好归好的性质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们要来摄影大乱斗，那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 model 凯凯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凯凯，今天就麻烦大家帮我拍漂亮一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Raven， 然后欢迎订阅我的频道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Bruce， 也欢迎订阅我频道哦。OK， 那我们今天就跟国外的影片一样，就是十分钟，然后两个场景，然后一个 model， 三位摄影师，那最后输的人会有惩罚，大概就是这样子。OK， 开始 ，Go。Go。我们第二轮就使用 Sigma 这颗65F2这颗新镜头。那你不会照到你自己？会，所以说过来一点。可以啊，那可以坐吗？可以吧。你坐啊。可是这焦段怎样？六五，我真。精美女中概念有没有？因为人现在中间好看就好了。对 对， 對啊，我们靠这个栏杆好了。我们来运用一些前景，看这边有个拖把有没有？好嘞。对啊，那颗镜头逆光很赞，这颗价钱跟51.8二手差不多。哎，怎么办？我觉得第三个人拍都有一个优势，就是看着前面两个人的那个。并没有啊，有吗？时间没到，又是又来了，还差不多就可以了，真的。实力哈，可以。好。哇。这里倒蛮喜欢的。我喜欢。对，刚好逆光。哇，我最爱逆光。这颗镜头真的很赞。它真的。这颗真的很赞。没有，这个就是55有些缺点，然后这个镜头上面都没有。就是像55有那个紫边的问题嘛，光圈全开的时候会紫边，这个没有，然后抗腰光的性能又很好，对，就稍微重了一点，但是我觉得手感是很扎实的，就还可以接受的重量。啊，我都很喜欢哎，怎么办？要怎么挑啊？这张是因为我很喜欢我的表情，然后那个事业线有露出来，为了福利大家的。然后对这个，而且光线我也很喜欢。那这个逆光就不用说了，我超爱逆光的，逆光就是对，就是从来不会让我失望。这张也是，对我就很喜欢这种感觉。对，然后再来。
这个的话，我喜欢这个构图。构图。对，就是后面的栏杆跟我的表情。嗯。对，然后就是很有味道，我喜欢有氛围的照片。然后这个的话，我是喜欢那个。第一个是我自己的 pose， 虽然不喜欢的应该都喜欢自己多一点。第一个 pose， 然后裙摆有到位，就是都有对称，然后再来就是表情跟那个这个画面的构图，我也选蛮喜欢。所以就是完美打卡的那种构图。对，这个就是 model 就会喜欢。对，因为有些就是裙摆可能会乱飘啊什么之类的，刚好就都有到位。那这个就不用说，这个、啊、就是特写，特写，就嘴巴特写。他是说他对特写比较有感觉啊，那跟谁拍都没有差、啊，对啊。那这个窗、欸，这个窗景我很喜欢，是它有倒影的感觉，对，这不是拍的，对我很喜欢这个，然后表情也是有 feel， 你也知道我就是专业给眼神那种，然后这个就是。我很喜欢甜甜的感觉，对，然后它的前景，对前景又有花，然后颜色整个画面很鲜艳，对 ，OK， 讲完了，耶、yeah.。那我觉得有一个，我要结语一下，对，你要结语。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，因为摄影师会有摄影师的角度 ，model 会有 model 的角度，所以，摄影师喜欢的照片 ，model 不一定喜欢，那 model 喜欢的照片，摄影师不一定喜欢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难说，因为其实刚刚像 Raven， 虽然我这全部里面我只挑了两张，但他其他系列我还蛮喜欢的，他刚好没有中我喜欢的，是这样。所以其实这个比赛，对我觉得大家都很厉害。对，我结语喽，拜拜。耶、yeah, ，好，我是今天的 loser， 差不多就可以了。对，我觉得可能，就是挑照片的喜好，就是因为其实摄影师有自己的喜好嘛。135那颗我还蛮喜欢的，因为其实我今天拿的这三颗老镜，都对当时来说都是大三元，都还蛮厉害的。但就是看能会不会用啦，对，就可能是我对135掌握不是那么好。那所以接下来进惩罚了吗？对，惩罚是什么？没有惩罚，就请喝饮料而已。哦，喝饮料应该还可以吧？可以。还这样什么弹额头之类的？弹额头，弹额头应该 OK 啊。不要了，不要了，那个。啊干！对，那我们的摄影大乱斗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哦。很高兴凯凯来当我们今天的 model。好，那个记得 follow 我 IG、Facebook 同一个账号。对，那一样就感谢 Raven。谢谢。还有故事。对、yeah. ，好，那就记得去追踪他们，他们都有 YouTube， 对 ，OK， 那就到这边了，拜拜，新年快乐，好，对，新年快乐，这样进惩罚就是买饮料泼输家的脸，然后执行者是 model 要执行啊，没有啦，才不要、欸，看来我们下次我们就没有下次了，不要这样，我们就没有下次拍照了，他们自己那个。我没有帮接口做业配哦，我们要拜托厂商找我业配，花钱买业配，业配，然后下面网址，好耶，谢谢请我喝饮料，是吗？